今年呢，承担了50周年的布展的窗口，人做就是有福了。当下你没做，那个机会就没了。这是我很大的那个体会。水电的话，你就是要很用心。今天你在接电的话，你要注意哦，那个场所的总开关在哪里？我堂哥就是因为当时触电。找不到总开关，才往生。这一点到现在为止我还耿耿于怀。所以每到一个场所要施作的时候，必须要先很了解场地的状况。因为我工作环境染到那个恶习啊，师姐因为我的赌博，它也造成忧郁症了，这个我很过意不去的。进来我们慈济这个大团体才知道什么叫忏悔，改了也是蛮多了，还是有一些要改进。我做这个水电里面，让我跟人互动比较会善解，去包容，感恩要常挂在那个嘴边。以前讲这个会很矮油了，现在就很自然了。上人说我们要少欲知足，我很感恩这么平顺，没有负债，简单的过日子。我期许自己快一点退休，当一个全职的慈济人，再不做也没机会了。